就很满足。天猫记忆，你知道吗？太有趣。哎呦，好球！你的鞋是叫窄袖吗？我脚比较瘦，那那双是窄袖，比较没多少。我那阿姨还在出一双，我一直都不吃穿胜利，因为胜利比较多穿。对啊，对。反正我以为你是台湾人，我没有这么说，你不是也要穿那个包覆性啊？我才穿来的。对啊，没错。包覆性好就是林丹那一双，红龙超的那一双，那双真的是真的不错。因为它不够轻，你这个这样就很轻。是我这个款还是很轻啊？好了，应该你这么要给轻一点，就是说轻。看到外面那种皮料，穿就是穿那个鞋子，里面可能就是破裂。因为它是最轻的，最轻的就是表示它没有什么钢架，比较薄。很多，你看你鞋子都破哪里？我侧边嘛。我觉得很宽。那你侧边，那你不要来了。打洞吗？你打出一个洞就是。连袜子都会磨掉。不然你们都磨哪里呀？啊？通常不都磨？这里啊，对啊，我这里啦，但是我不会磨到这边。哦，那就是我脚比较累。你的那个侧定步是连整个脚都侧下去。这样，因为是跟你打，所以就会这样。你要少，你要样本数不够多不行。你看拿第一双出来这样子。哦，我真的很少换鞋，很难穿坏，太轻了，比较不容易磨。那个，我是学弟啊。哦，那真的是超伤的，每个月都穿的，就把它穿烂。像我们在一年两双吧，差不多。一年。那我们比较轻，比较没办法破坏。通常都是自己的脚尖长茧。我以前不知道，我以前没听到。哎，不知道他原来讲是磨到整个右脚，后面也有也有这一块。是哦。后来想说，好，长茧不会破。就穿到后面变成说，它那一块扯着我的整个脚皮在动，然后会痛。然后穿了歪歪的鞋子，穿歪歪的鞋子才知道，哇，这才是羽球鞋啊！没有，我每件买的底鞋，我一双每件有，每件有鞋底容易坏，穿起来。然后发烧感，然后亚瑟士是很软，但是我觉得我很软很容易就磨坏。他们做室内排球的，对。左右那种，美津浓反而是你跑步嘛，那还不错。跑步，哎，基本上。哦，睡啊，睡啊，跳舞。